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Taylor。 在今天的英语词汇立体记忆节目当中，我将带领大家学习一组词根，它们都表示折叠、重叠这样一个意思，而这组所含有的词根却是出奇的多，一共有五个，让我们来认识一下。首先请看单词 simple， S-I-M 表示单一， P-L-E 就是我们所学的第一个表示重叠的词根 simple。 假如只是单一的重叠，你一定能够非常容易地找到那些重叠的部分，从而搞清楚这个东西的简单结构。所以啊， simple 就是形容某个事物非常的简单单纯。比如我们说 a simple question， a simple question， 简单的问题，小菜一碟，不用想就能回答出来。 a simple man， a simple man， 这可不是什么好的说法，它是在形容此人的头脑过于简单了。 simple 它的副词形式呢是 simply， simply， 这里P-L-Y 很像一个副词后缀，其实则是我们要引出的第二个表示重叠、折叠的词根 P-L-Y， 这里字母 Y 读作短一， Simply， 简单的、朴素的、简直。我来举个例子， The cold was simply awful。The cold was simply awful。 在这句话中， simply 不是说冷是简单的，而是说简直太冷了。 Live simply， live simply， 这个短语是表示生活方式非常简朴。当我们给单一这个前缀加上词根 plic， 然后再添一个名词后缀 ity， 就得到了 simplicity。 simplicity 这就是名词简单、朴素、单纯。同时观众朋友也可以认识第三个表示重叠的词根，就是 plic。 simplicity 这个词重音落在后半部分，读起来朗朗上口，因为这里边含有三个短元音 e， l c t， 请跟我读 simplicity， simplicity。 那么所有的东西是如何变得那么简单呢？那是因为在你看到它们之前，已经有人对它们进行了简化，让它们变得非常简单，这就是Simplify， simplify， simple 再加上 ify 这样一个动词后缀，就是简化使变得单纯。比如 simplify the story to make it easier to understand， simplify the story to make it easier to understand， 就是把故事简化一点，让它更便于大家理解。简单的东西谁都喜欢，因为可以不费脑筋。简单的对立面，哇，看到它人们就头皮发麻，太复杂了。这就是单词 complex， complex， 复杂的， com 表示在一起， plex。 好了，这就是一个新词根，看到没有，PLEX 这个新词根也表示重叠、折叠。想一下，许多的麻绳乱七八糟的被重叠在一堆，然后要你把它们一条一条的全部解开，你说这个活复杂不复杂？这就是 complex， 复杂的、难懂的。 A complex questionA complex question 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
即使你绕开了 complex， 下面这个单词还是会让你心烦，这是 complicate， complicate， P-L-I-C。 前面我们已经在单词 simplicity 中间早已见过了这个词根，而 A-T-E 是动词后缀，因此 complicate 就是动词，使变得复杂，使复杂化。说白了呀，就是要你陷入一个复杂的怪圈，再也跑不出来了。Be complicated in. Be complicated in. 这个短语很可怕，它是说陷入了某种麻烦当中。还有 complicated， ed 是形容词后缀，ed 这个后缀里的字母 e 读的是短 e， complicated， 复杂的，难懂的。这个词是 complex 的近义词。我们可以说一个问题是 a complex question， 当然也就可以说它是 a complicated question。现在好了，我们已经走到了复杂这座迷宫的出口了。喘一口气，我们来换下一个单词。这就是 employ。employ。em 表示放进去，放入。ploy。这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表示重叠的词根。放在一起使重叠起来。这样解释呢，好像还是不很明白。那么，如果你和你的同伴都被某一家公司给录取了，你们的名字将被同时放在花名册里，前后重叠在一块儿。好，现在你就可以高兴地说 I am employed， I am employed， 我被录取了。明白了吗？这个词 employ 它就是雇佣、受雇、使用的意思。获得一份工作的人都可以说自己已经被 employed， 已经被雇佣了。我的朋友汤姆在肯德基快餐店打工，他就是一名店里的员工， employee。 这就是我们在 employ 雇佣这个动词的后面加上名词后缀 double e， 也就是 ee。这个名词后缀大家还是第一次碰到吧，两个字母 E， 它就表明这是动作的接受者，因为你是被人家公司雇佣的嘛，被雇佣的一方，雇员、店员就是 employee。 那么雇佣你的那一方就是雇主，叫做 employer， employer 就是给 employ加上了另外一个名词后缀 ER，ER 表示动作的执行者。请大家回味一下，从 employ 到 employee 再到 employer， 我是怎么读这三个词的呢？首先，动词 employ 字母 OY 读作 OY， 雇员 employee。因为我们要特别去强调 double e 这个后缀的分量，所以啊，就要把一个长元音 e 加在 employee 后面，读作 employee， 重音是非常明显的。到了雇主，那就是字母 er 组成的这个后缀，读作 a， 所以是 employer。 再来听一遍 employ。employee， employer。 当然了，汤姆在肯德基打工，也就是和那里的老板建立了一种稳定的雇佣关系，这就是在 employee 后面加一个名词后缀 ment， 构成 employment。 employment 这个词指工作、雇佣、使用。在美国经常有人 be out of employment，
be out of employment 就是丢了工作，失业了。这个短语啊，可是一个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短语 be out of employment。 另外再介绍一个词，慧眼识英才的老板能够雇佣到真正的人才，在众多的人当中挖掘发现具有才能的人。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像是在一口矿井当中开采珍贵的资源一样。开发开采这个词是 exploit， 你们看它含有的 ploit 这一部分其实等同于刚才讲的词根 ploy， 就是表示重叠折叠。那么 ex 前缀表示出来，不再折叠，要让他们展开来，把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全显露出来，这就需要你进行一番开发开采。 exploit 它还可以表示雇主对雇员进行剥削利用。我们说 to exploit the oil under the sea， 这是指要开发海底石油资源。如果说 to exploit the poor， to exploit the poor， 那就是要剥削穷苦的人，把他们的血汗钱全榨干。朋友们，关于重叠这个词根现在已经全部出场了，一共有五个之多，分别是 PLE PLEX PLIC PLOY 还有 PLY。 但是呢，含有这些词根的单词我们还远远没有介绍完，这里先复习一下今天所学习的。我们从简单的 simple 引出了 simply 副词简单的简直，还有 simplicity 名词简单简易，接着是动词 simplify 简单化，然后出现了简单的对立面复杂 complex。复杂的它等同于 complicated， 另外呢还有动词 complicate 使变得复杂。最后啊，我讲了关于企业雇佣人的几个词语，有 employ employee and employer。 你们能分清哪个是雇员哪个是雇主吗？啊，别忘了 employment以及像开发矿产那样开发人力资源，就是动词 exploit。 好，今天先到这里，关于重叠的词根和单词我们下次节目接着介绍，再见。大家好，我是 Linda。 How are you? No matter what, stay happy and stay with our program. 无论如何记得收看我们的节目，天天开心。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词根是 POD， 表示碰撞。那么我们在这个词根前面加上表示出的 EX 前缀，后面再加上一个 E 动词后缀，整个单词explode， E-X-P-L-O-D-E， 元音字母 O 发作 O， 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单词就读作 explode。 大家想啊，经过碰撞之后喷发，所以 explode 就是使什么爆炸，使什么爆发的意思。男孩子放鞭炮，为了表示胆子大，又把鞭炮拿在手里点燃，结果鞭炮在手里爆炸了，就是 The firework exploded in his hand. The firework exploded in his hand. 这下子好了，整个正月都要养伤啦。还有一个词同样表示爆炸，就是 burst， B-U-R-S-T， 字母组合 U-R 发 A 的长音，单词就读作 burst， 是 explode 的近义词。
通常我们用词组 burst into laughter 来表示突然笑起来。课堂上老师讲了一个笑话，大家都突然笑起来，就是 the entire class burst into laughter。 The entire class burst into laughter。 我们还可以用 burst up 来表示突然出现、爆炸、失败等等意思。例如我们常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景色突然之间尽收眼底，也可以说成 The scenery suddenly burst up to me. The scenery suddenly burst up to me. 现在我们在 explode 后面把 de 换成 sion 的名词后缀，那么单词 explosion 字母组合 sion 读作人，那么单词 explosion explosion， explosion 就是爆炸、爆发。我们常说的人口爆炸、人口激增，就是 population explosion， population explosion。那么信息爆炸就是 information explosion， information explosion。我们再看同样的一个 explosion 的近义词，就是blast, B-L-A-S-T, A 字母发 R 的长音，单词就读作 blast, 意思是爆炸。它同时也表示一阵疾风或者一道强烈的气流，用作动词就表示炸掉。通常我们说的一阵风就是 a blast of strong wind, a blast of strong wind。最后我们在表示爆炸的词根之后加上 IVE 的形容词后缀，那么单词 explo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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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作形容词就是爆发的、极易引起争论的，用作名词就是炸药。例如登上火车或者飞机的时候，广播都会告诫你不要携带爆炸性的物品，就是Don't carry explosive materials with you. Don't carry explosive materials with you. 所以一定要小心哦。说完了爆炸的话题，我们来说一下探索。表示探索的词根 plor， 只跟表示爆炸的词根 plod。相差末尾的一个字母，所以在词根 plor 前面同样加上一个表示出的 ex 前缀，后面再加上一个 e 的动词后缀，所以同样的道理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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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探索、勘察。我们大家都爱看的探索频道 Discovery Channel，这个频道的主打广告语就是 Discovery, explore your world. Explore your world 就是探索你的世界。如果我们在 explore 后面把 e 去掉，加上 ation 的名词后缀，那么 exploration, exploration, exploration 就是 explore 的名词形式。我们知道麦哲伦首次环绕地球的航行真是货真价实的探险呀，所以就是 a voyage of exploration， a voyage of exploration。 那么现在科学家探索宇宙的研究就是 the exploration of space， the exploration of space。 不过不管什么样的探索，科学研究需要天资加勤奋，就是 scientific research requires gift plus diligence， scientific research requires gift plus diligence。 啊，这里我们发现了，当我们表示加上加的时候，我们使用动词 plus， p
plus, u 字母发啊的短音，单词就读作 plus。用作形容词，它表示数学中的正数；用作名词，表示加号、有利因素。例如 ，her frequency in English is a plus in her job. Her frequency in English is a plus in her job. 就是她流利的英语是工作中的一个有利因素。我们再来看，词根 plur 同样表示多，所以在 plur 后面加上 al 的形容词后缀，单词 plural 字母 u 读作 u， 那么单词就读作 plural， 意思是复数的，用作名词就是复数。好了，今天我们从爆炸说起。我们知道爆炸就是 explode， 它的近义词就是 burst。explode 的名词就是 explosion， 它的近义词就是 blast。还有一个词表示爆炸的，就是 explosive。把这个词当作名词使用的时候，也指炸药。然后我们展开了探索，探索就是explore， 它的名词就是 exploration。 最后我们谈论了加加减减的加，就是 plus， 用作名词就是有利因素。那么复数的多的就是 plural。 好了，都记住了吗？ Remember just one thing， never stop exploration in your learning， 永远不要停止学习中的探索哦。我是 Linda， 咱们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Hello, everyone. 我是 Taylor. 上一次节目中 ，Taylor 给你们介绍的是关于重叠、折叠的词根，有五个。它们分别是 PLE、PLEX、PLIC、PLOY 和 PLY。 我们介绍的词不下十个，但是远远没有结束。所以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上次中断的话题。首先请看一下 apply， 这是由AP 前缀以及词根 PLY 构成的单词。 AP 等同于 AD， 就是指向着某个方向某个地方去，而 PLY 是折叠。人的身体只有在鞠躬弯腰的时候是呈折叠状的，那就是说朝着某个人弯腰请求，那一定是有事儿需要让别人办。所以啊 apply 意思就是请求、申请，或者表示应用、实施。这里字母 y 读作圆口的双元音 i。 apply for something， apply for something 就是提出申请要做某件事，或者是想要某个东西。那么apply oneself to， 这是表示让自己致力于进行某件事业。 apply 它有一个近义词 pray， 读作 pray。 pray 这个词是信仰宗教的人经常进行的行为，那就是祈祷、请求。 pray， 比如我们说Pray for a fine day， 祈求一个好天气。Pray for a fine day。 接着我们给 apply 结尾的字母 y 进行一个小小的变化，把它变成字母 i， 再加名词后缀 ance， 这就构成了 appliance。 appliance 这里字母组合 IA
读作 ire ire。 Appliance 是一个名词，表示用具、器具、器械。比如家里的冰箱、彩电都是家用电器，就叫做 household appliance。 household appliance。 我们将 APPL 加一个形容词后缀 ICABLE， 构成了 applicable。 applicable 是能够使用的、适当的。 CABLE 在这里不是读作 cable， 而是 cable， cable。 字母 A 读倒写的元音 a， 请跟我来读 applicable， applicable。 再看 application 这个词，它和 applicable 很相像，只不过它们的后缀不一样。 application 后缀是 ication，所以啊，这是一个名词，就是请求、申请或者叫应用。学生朋友想到国外的大学去读书，首先呢，就要递交一份申请，以取得奖学金和攻读的学位专业。这就是 send an application， send an application。 我们看 display 这个词， dis 表示不， play 等同于词根 ply， 就是折叠。如果我们不愿意把东西折起来搁置到仓库中，而是把它完全打开放到外面供人们观看，这就是在 display 陈列、展示、显示。再看单词 imply， 就是将词根 ply加在了前缀 im 后面， im 这个前缀等同于 in， in 向内部。好，刚才学了 display 表示拿出来在外面，而这个 imply 则正好相反，不仅要朝着内部，而且还要折起来，所以啊，它就是不想让你看到内部，不想让你明白。那么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暗示、意味着。比如 silence sometimes implies agreement， silence sometimes implies agreement， 沉默有时候暗示同意。暗示、暗指，它的名词形式是 implication， implication。 这里啊，我们又见到了那个很长的名词后缀ICATION。 我们经常说短语 by implication， 那就是指含蓄的、别有用意的 by implication。 如果给词根重叠 PLY 加一个前缀 RE， RE 就是反复的，那么就是反复的折叠、重叠。构成的这个单词是 reply， 它表示动词，它是动词回答、回复。我说 I wrote but she did not reply， I wrote but she did not reply， 我给她写了封信，但是她没有回复我。最后我们看一下词根 ple 加上表示多的前缀 multi， multi， 这就是单词 multiple， multiple。 这里字母 u 读作三角的元音啊， multiple 是形容词，多重的、多种多样的。我们说 a man of multiple interests， a man of multiple interests就是指兴趣很广泛的人。而 multiple personality， multiple personality 这个短语有点吓人了，那就是精神病学中说的多重人格。 multiple 它的动词呢是 multiply， multiply
其中的词根 ply 表示重叠、折叠，而字母 y 读的是双元音 i。multiply 表示使倍增，或者是代表数学上加减乘除的乘法、乘以。比如我们说13乘以7，那就是 multiply 13 by 7。multiply 13 by 7。如果朋友们采用了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完成某项工作，一定会 multiply efficiency greatly。multiply efficiency greatly， 大大的提高效率。好，到此为止呢，关于重叠、折叠的词根和单词已经全都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所学习的有使用、申请 apply， 用具 appliance， 适当的、可用的是 applicable， 那么申请、使用的名词呢是 application。另外 display and reply 展示和回答回复， imply 是暗示，名词形式呢是 implication。 最后还学了 multiple 与 multiply， 就是多重的，还有乘以或叫增加，五个词根一组单词。 Taylor 期待你们在下次节目中继续和我一起寻词根，记单词。好了，谢谢收看英语词汇立体记忆节目。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a。真开心，我们又见面啦。I am so happy to see you. 今天我们来拜访一座城市，在这座城市中，居民都彬彬有礼，有警察维持秩序，政治家们发表着他们政治上的见解。在刚才说的这句话中，好多都是我们今天将要提到的单词，彬彬有礼、警察、政治家，还有政策，都是源于表示城市的词根 POLIT 或者 POLIC。 不要着急，听我慢慢道来。首先来看这个单词 POLITE， POLITE， O 字母发作 I 字母发 I 的本字母音，另外重音是放在第二个音节上的，单词就读作 POLITE，意思是有礼貌的、文雅的。我们发现这个单词是在表示城市的 POLIT 的词根后面加上了一个 E 的形容词后缀，所以 polite 就表示跟城市有关的。城市中的相对于野外的蛮荒之地，所以城市就意味着文明，那么 polite 就指代客气的、文雅的。例如一个有礼貌的孩子就是 a polite child， a polite child。 又比如一个文雅的社会，我们就说 a polite society， a polite society。 我们刚才还提到了警察，警察就是 policeman，P-O-L-I-C-E-M-A-N， 字母 O 发 I 字母发 E 的长音，重音还是放在第二个音节上，单词就念作 policeman。 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单词中间发现了表示城市的 P-O-L-I-C 的词根，在这个词根之后加上了表示人的 M-A-N 的名词后缀，那么在城市中工作维持治安的人就是警察，所以记住了 policeman 就是警察。我们需要警察维持秩序，就是 we need policemen to keep order for us， we need policemen to keep order for us。 注意 policeman 的复数形式是把后面的 man 变成 men， 一字母发为短的 e 读作 policeman。
同样的单词 police P-O-L-I-C-E 就是 policeman 的简写，也是指警察。不过如果在 police 前面加上定冠词 the， 那么 the police 就是指警方，警察的全称。例如这个句子， The police hadn't made any arrests. The police hadn't made any arrests. 就是警方没有逮捕任何人。我们今天要拜访的这座城市还住着政治家，发表着政治见解。政治这个单词 politics P-O-L-I-T-I-C-S 单词就读作 politics， 是在表示城市的 P-O-L-I-T 词根后面加上了表示什么什么学科的 I-C-S 后缀。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城邦就是国家，所以管理城邦的学问也就是管理国家的学问，所以 politics就是管理国家的学问，政治，政治学，它同时也指政见、施政纲领。例如这个句子 ，He is thinking of going into politics. He is thinking of going into politics. 就是他正打算参政呢。又比如说，地方上的政治活动，就可以说成Local politics, local politics. 现在我们在表示政治的 politic 后面加上 al 的形容词后缀，那么 political 注意重音后移了，单词 political 就读作 political， 意思就是政治的、政党的。例如，他们的政治见解是向左的。就是 their political views are against each other. Their political views are against each other. 现在我们在 politic 后面加上表示人的 ian 后缀，我们的政治家就闪亮登场了。单词 politician, P-O-L-I-T-I-C-I-A-N， 第一次母在读作 sh。那个拉长了的 s， 单词就读作 politician， 政治家。那么政治家需要实施他们的施政纲领，这个施政纲领就是在表示城市的词根 polic 后面加上一个 y 名词后缀，所以 policy P-O-L-I-C-Y policy 就是管理城市的措施，就是方针政策 policy。 policy 同时还指保险单，例如 policy document， policy document 就是保险单据。那么 policy holder， policy holder 就是投保人。好了，我们现在来看这座城市有彬彬有礼的市民，有警察维持秩序，有政治家宣讲他们的政治见解，实施政策方针。这个句子就是 There are polite citizens here. The police is keeping order. The politicians are expressing their political views, trying to realize their policy. 我们再来一遍，这次就会记住了。There are polite citizens here.The police is keeping order. The politicians are expressing their political views, trying to realize their policy. 多好的一座城市呀！现在我们坐下来看看今天的收获。我们首先认识了礼貌、文雅这个单词，就是 polite。然后认识了警察，警察就是 policeman 或者 police。最后我们结识了政治家 politician， 他向我们宣讲他的政治见解，政治的就是 political。那么政治学就是 politics。
最后，他向我们介绍了他的施政方针，政策就是 policy。好了，结束了我们今天游览城市的旅程，希望有关城市的一系列单词，我们从此都记得牢牢的。我是 Linda， see you next time。嗨，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iranda， 准备好了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英语单词吧。 Let's learn the English word together。 现在就让我们开门见山，看第一个词根 PORK， 它的意思是拿或者运什么什么。那当它是一个单词的时候， PORK 就读作 port， 意思就是港口或者口岸。字母组合 OR 读作长长的 O， port。 我们不妨这样来联想一下，运送货物的出口就是港口，这样一来就把 port 作为词根和单词的意思全部都记住了。香港的港口是一个自由港，所以我们就说 It is a free port， It is a free port。 另外还有一个单词也表示港口，它就是 harbor， H-A-R-B-O-U-R， 字母组合 A-R 读作长长的 R， harbor， 它的意思是海港或者港口。那美国好莱坞的大片有一部叫做珍珠港，就是 Pearl Harbor， Pearl Harbor， 珍珠港。好了，还是回到 port 这个词根吧，在它的后面加上 A-B-L-E 这个形容词后缀，得到的新单词就是 portable。 因为 port 表示拿，那么所以可以拿的，那就一定是拿起来的东西非常的轻便。那 portable 的意思就是轻便的或者手提的，比方说 a portable book computer， a portable book computer， 不用我说你也能猜出它的意思，没错，就是指便携式笔记本电脑。因为 port 表示拿，而 er 是一个名词后缀，表示做什么什么的一个人，所以呢合在一起 porter 就是指在码头上搬运货物的人，叫做搬运工，也可以指看门人或者大楼的管理员。一般来说，码头这个 port 都是用来装运货物的，或者是为了出口，或者是已经进口了，所以出口和进口这两个单词也都含有 port 这个词根。我们一一来看，首先因为 ex 这个前缀表示出，所以呢 export 就是运出港口， export 就是出口的意思。这个时候它是动词，字母组合 or 还是读作长长的 o， 而字母 e 的读音是短的 e，export， 单词的重音是第二个音节。那日本向许多国家出口货物，就是 Japan exports to many countries， Japan exports to many countries。 如果字母 E 读作 A， 而重音挪到了第一个音节，这个时候 export， export 的意思就是出口或者输出，不过已经是一个名词了。这种名前动后的读音规律，也就是说同一个单词做名词时重音在第一个音节，做动词时重音往往要往后移，这个规律我们以前讲过的，叫做名前动后，我们就简称它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知道黄金出口是禁止的，用英语来说就是 The exports of gold is forbidden，The exports of gold is forbidden。 出口的反义词当然就是进口了。那进口这个单词的拼写方法和出口相比，只有前缀是不同的，只要把表示出的前缀 ex 换成表示进的前缀 im， 得到的单词 import， import 就是进口的意思。
那遵循那个名前动后的读音规律 ，import 就是名词进口，而 import 就表示动词进口。比方说 ，import coffee from Brazil into China。Import coffee from Brazil into China， 就是从巴西将咖啡进口到中国。而 an import duty 就表示进口税的意思。另外，动词 import 还有一个意思是重要性。我们可以这样来联想，凡是需要进口的东西，往往都是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物品。这样你是不是就记住了 import 作为重要性的意思呢？知道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 important 为什么就表示重要的意思了。 important， 这里的 ant 是形容词后缀， import 表示重要性，所以合在一起 important 就是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电视里的某些意义重要的招待会，有些桌子上就会写着 VIP 这三个字母，它的意思就是 Very Important Person， 首字母的缩写，其实就是说这张桌子上坐的人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They are VIPs， 非常重要的大人物。那这个重要性、重要的，它的名词是重要、重要性，那叫做 Importance。这个单词的构成是这样的， import 表示重要性， ance 是名词后缀，所以两部分合在一起就是 importance。 刚才说的 VIP 就是重要的人物， persons of importance 就是重要的人物的意思。接下来的单词是 opportunity， 好长的单词，读作 opportunity， 还是要分析一下它的结构，这样会比较好理解它的意思。前面的 OP 表示附近， port 是港口的意思，而 unity 是一个名词后缀。中国有句俗语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意思是靠近水的楼阁会比较容易的欣赏到月色，所以 opportunity 的意思就是机会、时机。第一个字母 O 读作 O，而字母 U 要读它的本音 U， 重音在字母 T 所在的音节，一起来读两遍吧。 Opportunity。 比方说 I have been offered a job， It is a great opportunity。 It is a great opportunity， 两句话的意思就是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RE 这个前缀我们非常的熟悉，意思是回，那后面跟上 PORT 这个表示拿的词根合在一起， report 就是报道的意思。我们不妨来这样联想一下，记者每天早晨出门，然后呢又回到报社，这个时候啊往往是带着新闻素材回来的，所以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report 就表示报道、汇报、报告的意思了。那当它做动词的时候，就是 report for China Daily， report for China Daily 表示为中国日报写报道。那当它做名词的时候，就应该这样来用， idle reports 就是没有根据的报道。报道新闻的人我们称它为是记者，因为我们知道 ER 这个后缀表示是什么什么的人，所以呢Reporter， R-E-P-O-R-T-E-R 的意思就是记者。 The reporter is the person who reports the news. The reporter is the person who reports the news. 记者就是报道新闻的人。今天关于含有 port 这个词根的单词，我们学了以下几个。首先是 port， 港口， portable 就是比较容易携带的，Porter 是码头工人， Export 是出口， Import 则是它的反义词，表示进口。 Important 是重要的意思，而 Importance 是它的名词形式，仍然表示重要。接下来 Opportunity 是表示机会，
Report 是报告或者报道，而做这些事的人就叫做记者 Reporter。 其实关于 port 这个词根的单词还有几个，我们留到下次节目再讲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 Miranda， 下次同一时间不要忘记我们的准时约定。谢谢大家的收看， Thanks for watching， I'm Miranda and bye bye。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iranda， 你们好吗？ How is everything going？ 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词根 PORT port， 它的意思是拿或者运。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节目继续来学习含有 port 这个词根的单词。第一个是 support， SUPPORT，这里的 SUP 表示在什么什么的下面，而 PORT 是拿的意思，所以呢，在下面拿着就是拖着，不就隐含着支持的意思吗？所以单词 support 的意思就是支持或者拥护，还有维持。那它既可以做名词，又可以做动词。遇到了困难的时候，相互鼓励和支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说 We should support each other. We should support each other. 我们应该互相支援。那给予道德上的支持就是 give the moral support. Give the moral support. 让我们再次回到 port 这个词根吧。它有一个意思是港口或者码头。那如果来往穿梭于各个码头之间，那么肯定就是运输货物了，所以接下来这个单词就是运输或者传送。它的构成是这样的，前缀 TRANS 表示转移，后面加上词根 PORT， 把货物从一个港口转移到另一个港口，就叫做 transport， 运输传送的意思。那根据名前动后的读音规律，当它读作Transport 的时候就是动词，而 transport 则是名词，不过意思都是一样的，表示运输。比方说以火车运邮件就是 transport mail by train， transport mail by train， 而 the transport of the goods by air， the transport of goods by air 就表示空运货物。因为 transport 是动词，所以只要在它的后面加上名词后缀 ation， 就得到了它的名词形式，叫做 transportation， 意思是运输、运输工具或者运输系统。比方说水运就是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而下面这个短语 pipeline transportationPipeline transportation 就是管道运输的意思。最后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PORT 的变体，就是 PRISE， 它的意思也是拿，因此前面加上前缀 COM， 这个前缀表示在一起。我们来想一下，把一些零件拿到一起就可以组成一个整体了，因此单词 COMPRISEComprise 的意思就是组成、构成、包括。字母 I 在这里读它的本音 I， 而字母 S 要读作浊辅音 Z， 重音第二个音节。一起来念两遍吧， Comprise， Comprise。 我们知道美国是由50个州组成的， The United States comprises 50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Comprises 50 states. 好了，到此为止还有 port 这个词根的单词我们就学这么多吧。现在让我们另起炉灶来看看 PRACT 这个表示做或者实践意思的词根吧。
因为 ICE 是名词后缀，所以加在 PRACE 这个词根的后面，组成的新单词就是 PRACTICE。Practice 意思当然就是实践或者练习了。这里的字母 A 读作梅花音。Practice。我隔壁呢住着一个小男孩，他天天都在练小提琴。我们就说 ,He does his practice on the violin every day. He does his practice on the violin every day. 有一个外交辞令叫做按照国际惯例，那么翻译成英文就应该是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词组 in practice 表示在实践中，反义词 out practice 就是很久不练习生疏了。所以下面的这个句子 She was out of practice at skating.She was out of practice at skating, 这表达她的滑冰技术不熟练了的意思。但是很多事情光想着去做，如果违背了自然规律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就要考察一下计划是否具有可行性。可行性这个单词就是在 PRACT,这个表示实践的词根后面加上 IC 这个字母组合。IC 的意思是有什么什么的特性，然后呢再跟一个小尾巴，就是 ABLE 这个形容词后缀，表示可以怎么怎么样的。三部分合在一起就表达一种可实践的意思。所以 PRACTICABLE 就读作 practicable, practicable。意思就是能够实行的，行得通的。字母 A 读梅花音，而两个字母 C 都发清辅音 k。比方说 ,a practicable plan, a practicable plan 就是一个可行的计划。那 practice 的动词形式就是把字母 C 变成 S, 而发音根本没有变化，仍然读作 practice。它的意思还是练习、实习或者开业。比方说，他开业行医已经一年了，就可以翻译成 He has practiced medicine for 1 year. He has practiced medicine for 1 year. 下面的这个单词是 practical, P-R-A-C-T-I-C-A-L。前面的 PRACT 是词根，表示实践。后面的 ICAL 是形容词后缀，所以合在一起就表示实践的或者实际的。这两个字母 C 都发作清辅音 k。我们知道日本人都非常的讲究实际，所以 practical knowledge of Japanese, practical knowledge of Japanese 就表示日本人的实用哲学。那下面这个祈使句让我们来认真的讨论一下吧，应该怎么样来翻译。 Let's get down to a practical discussion. Let's get down to a practical discussion. 意思就是让我们来做一个实际的讨论。那有了形容词，想要变成副词还不简单吗？只要在后面加上 ly 这个副词后缀就可以了。所以 practically就是副词，意思仍然是实际上、几乎或者简直。比方说 ,He had practically finished his meal when I arrived. He had practically finished his meal when I arrived. 我到达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吃完饭了。而短语 practically impossible, practically impossible,就是几乎不可能的意思。好啦，又该到复习的时间了。今天我们接着上次的节目讲了关于 PORT 这个词根的单词，它们分别是 support 表示支持， transport 则是运输的意思， transportation 就是运输工具，而 comprise 就是构成。
然后呢，我们另起炉灶，学了关于落的几个单词。Practice 是名词，表示练习。当字母 C 变成 S， 就变成了 practice， 这是个动词，也表示练习。而 practicable 是形容词，表示行得通的。最后是 practical 和 practically， 意思是实践的，实际上的，分别是形容词和副词。Alright, that's all for today's edition. Please be relaxed and see you next time. 放轻松，我们下次再见。Goodbye.